妇娘娘在讲吼，讲闻声救苦啦吼，啊，其实闻声救苦这料想喝吼，就是咱家救难协会家的弟兄吼，都位有危险，都位有困难的时阵，看到上紧看到的，就是拢咱救难协会吼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比咱政府部门、比咱消防队吼，的速度搁拢较紧吼，啊，直接感谢大家，啊，当然啦吼，一个团体维持13年来。需要足侪资源吼，啊足侪，大家社会上也好，公部门来甲咱帮忙，而且感谢咱足侪咱大厂吼，咱遮企业界朋友来甲咱救难协会协助啦吼，啊伫政府部门，即摆合并了，咱伫明年吼，咱伫明年的预算，咱也有尽量来编练吼，啊伫迄编练范围做会到的，一定会专练吼，来甲咱。救难协会紧急救难协会家来协助吼，啊，让恁有较充分的资源吼，啊，会当发挥一个更大的功能，哦，啊，来帮忙咱大树区，咱遮需要咱帮忙，需要咱救助，哦，遮乡亲安尼吼，啊，最后吼，我要祝咱今仔日来吼，遮所有的高兵贵客啦吼，啊，所有我们救难协会的弟兄吼，大家都平安圆满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啊。